你不仅服务没有到位，还把我看光了，你是不是得赔我精神损失费啊？有你这么讹人的吗？再说了，是你扒拉我，我才不小心摔下去的。又不是我故意的。可是我全身上下都被你看光了。哼，你有什么好看的？干爸爸跟电线杆似的，搞得我还很想看你啊！干爸爸，我哪有干爸爸？ 算了，我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，赔偿费也不必了，下次注意点。